有人员受伤，快救火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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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火
没事吧？啊！哎，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，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，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。对，有人员受伤，还有救火车。 非常的紧急，目前警察、消防、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，进行现场救助。